指2021年8月10号的数据显示，全球空气质量和污染的城市排名，马来西亚古晋、吉隆坡分别在了第41和65位，是属于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州属。不仅如此，马来西亚所属的东南亚地区仅有10.88星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标准。这意味着我们的健康负担持续加重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空气污染会让我们患上乙型糖尿病。根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小组的研究发现，空气中的污染物当中包括工厂排放的废气、汽车尾气等，是可以通过人体的呼吸道直接进入肺部和血液系统。随着血液进入身体的各个器官，引起炎症，久而久之它就会影响胰腺的工作。胰腺若停止工作，那么人体将无法达到控制血糖平衡，这会导致葡萄糖和胰岛素新代谢的改变，当中包括葡萄糖不耐受和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等，最终罹患乙型糖尿病。薅羊五谷麦王第二项人体临床试验针对乙型糖尿病，五谷麦王含有高膳食纤维，是纯天然降血糖的食品，可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，帮助稳定血糖。地球只有一个，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，所以请保护它。若地球的生态遭到破坏，我们的健康也会受到极大的威胁，所以保护地球也是在维护我们的健康。让我们一起创造一个身心健康的家园，远离乙型糖尿病。